这个叫聚疗穴。我发现这边好像我们今天的同学好像太客气了，这边我们眼珠的正下方跟鼻子的一个交接处，这边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穴位，那按下去呢会有什么感觉呢？痛啊！有没有发现呢？这个嘴巴里面呢，这个我们的唾液口水流得非常非常的多。对，是啊，是哈。那其实我们在家里自己